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时装秀？你常会看到走秀模特穿着材质奇特的服装，有些版型看起来难以活动，有的身上还会多出不知名的物品，还有的把模特搞得像外星怪兽，仿佛不是这个世界会出现的模样，在路上也不会有人穿成这个样子。因此很多网友会因为这些时装秀的内容而笑称自己不懂时尚，也有许多网络节目会截取这些时装秀中令人匪夷所思的部分当作茶余饭后揶揄的话题。大家是否会好奇这些奇葩服装秀的来源？为何到了现代还是会有这样令人费解的服装秀存在呢？本影片由女神科网赞助播出。各国的时尚周走秀节目一直都是业界众所注目的焦点，巴黎、米兰、纽约、伦敦等地的时装周更是世界时尚界的盛事，吸引来自全球的设计师、买家、媒体和时尚爱好者。在时装秀上看到那些难以理解的服饰，其实背后有着深刻的意涵和目的。时装秀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即将上市的服装，更是一场艺术表演，是设计师们展示创意和技术的舞台。那些看似怪异难以理解的设计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和个人情感，并且是设计师们对时尚未来趋势的预测和试探。时尚界竞争激烈，设计师们需要在众多同业中脱颖而出，因此他们经常会选择一些极端夸张的设计来吸引媒体和观众的目光。这些设计作品可能不适合日常穿着，但他们展示了设计师和该厂商对布料剪裁和配色的高超掌握能力。这种炫技也在向同行和业界展示他们的技艺和创新能力。这些难以理解的设计通常承载着深刻的文化和艺术背景，设计师们经常从不同的文化、历史事件或是个人经历中汲取灵感，将这些元素融入到他们的作品中。时装秀也是时尚趋势的指标，设计师们在时装秀上展示的作品往往是对未来时尚潮流的一种试探和预测。虽然这些设计可能不会直接出现在市场上，但他们会对未来的时装产业带来深远的影响。时装秀同时也是设计师与品牌的一种宣传手段，那些难以理解的设计往往能够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所以由此可知，时装秀的观众也通常并非一般民众，而是业内的专业人士，如时尚编辑、买手名流和品牌客户。这些观众对时尚有着敏锐的眼光和深厚的理解力，他们能够从这些看似难以理解的设计中捕捉到设计师想表达的时尚趋势。时尚编辑绝对是时装秀的重要观众之一，他们来自全球各大时尚杂志和媒体，负责报道和评论最新的时尚要闻。这些编辑具有丰富的时尚知识和独特的品味，他们能够通过专业的视角解读设计师的创作意图，并将这些资讯传递给广大读者。时尚编辑的评价往往对设计师和品牌的市场表现有着重要影响，正因如此，设计师在创作时会特别考虑到他们的观点和偏好。买手也是时装秀的重要观众群体，他们代表着各大百货公司、精品店和商业平台，负责挑选和购买合适的商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他们的眼光和选择会直接影响到品牌的销售和市场表现。在时装秀上，买手会仔细观察作品，同时观察每一作品中的部位细节，并与设计师和品牌代表进行交流，讨论合作和订单事宜。他们常常并不是购买服饰，而是观察作品的局部结构，可能是上面的金属配件，甚至还可能是新的材质与特殊的染料、颜色印花等制造技术。名流和明星也是时装秀的常客，这些公众人物通过他们的影响力和媒体曝光度，对品牌和设计师起了推动的作用。当一位知名明星穿上某位设计师的作品出现在重要场合，这件作品往往会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追捧。品牌的 VIP 客户也是时装秀的受邀观众之一，这些客户通常是品牌的忠实粉丝和重要购买者，他们对品牌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和支持。在时装秀上，品牌会特别照顾这些 VIP 客户，为他们提供前排座位和专属服务，让他们能够近距离欣赏最新的设计作品。这种亲密的体验不仅加强了客户与品牌之间的联系，还增强了客户的品牌忠诚度。在看完这么多内幕后，不知道你是否对这样难以理解的时尚秀感官了呢？
其实这些时装秀的展出品就跟车展中所展示的概念车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夸张的展示品演绎了厂商设计师对未来走向的展望，同时也预告将来的时尚风格走向。若是我们看懂了这些美角，或许就可以抢别人先一步了解未来会流行什么，从中去设定新一季品牌形象，得到市场上的优势。不过我们都是一般人，只要穿自己舒服的服装就好了。欢迎大家来我们的无人服饰店逛逛，24小时营业，打造新竹国际不夜城。为了协助弱势或没办法全职工作的朋友，歌地丝精品规划了一个极小额的创业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您只需花费小额3000元即可批货开业。歌地丝精品还会提供开业所需的展架、人台和模特儿，让您在家中轻松创业。不论是在家、长照、带小孩或是家庭代工，只要有空间摆上一个衣架就能开始赚钱。如果您已经有开店，也可以利用店面内的额外空间来贩售服装，增加收入来源。我们还能协助寻找合适的开业地点，让您的创业之路更加顺利。歌地丝精品的加盟有3大保证：第一，不收加盟费；第二，不断货；第三，不收广告费。单件批价只要50元，即享一对一试训或现场挑货服务，保证每件衣服都是您想要的款式，帮助您顺利解除经济困难，实现照顾与事业的双赢。歌地丝精品深知照顾者的辛苦和付出，希望通过这个创业方案，让您在照顾亲人的同时，也能找到一条赚取收入的途径，重拾自信和成就感，并且建立更多的外界连结。希望借此机会，让深陷照顾负担的人们有适当的支持和机会，让照护和事业之间找到平衡。让我们一起为台湾的未来努力。女神科网是台湾一自媒体平台，旗下品牌歌地丝精品专营无人服饰店加盟服饰批发业务，批发加盟只要3000元，欢迎联络0985858500，您就帮我领领。希望借此方案可以共造双赢，为台湾的未来尽一份心力。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击按赞，并将此方案分享给需要的人。